您是否想学国画？但由于画画工具多，不好买，不好带。您是否想过要参加一些培训，但又没时间，或者培训费用太贵？今天我们就为大家带来这套龙绘宝工具箱，方便您画国画、学国画。龙绘宝工具箱包括14种、21件国画工具，现在订购赠送国画技法大全，包括多位大师实战视频，可以满足从初学到专业大师的各种需求。套装外部采用中空吹塑工具箱，长47厘米，宽33厘米，厚11厘米。龙绘宝工具箱采用加厚型吹塑材料，实现所有工具定点定位存放，抗摔防水性能好，保证全部产品安全到达您的手上。人性化提手设计，方便携带，内部包括全部毛笔10支。其中1、2、3号提斗笔各一支，大中小白银各一支，花枝翘2支，小衣纹2支，基本可以满足各种情况下作画的要求。螺纹砚一个，青花小笔洗一个，笔帘一个，笔筒一个，墨汁一瓶，刻花正尺大码2件套，七座的笔架一个，书画毡调色板各一个，整套产品齐全，整体重量约 4.5 公斤，是国画爱好者的首选套装。随工具箱我们会赠送国画技法大全移动硬盘版教程一套，全套教程是目前内容覆盖面最全面最丰富的国画教程。无论您是国画普通爱好者、初学者还是培训教师，本套教程都是不可多得的提升必备教材，里面详细的为大家展现了各种国画的技艺技法。全套教材以视频为主，总时长超过5000分钟，分为人物画、花鸟画、山水画3大类，每一类中又各分为工笔和写意画2小类。无论您是才入门还是精通国画，这套龙绘宝一定可以让您享受国画带来的无穷乐趣。全国统一咨询订购热线400-025-0245，或加客服 QQ 4694-7188，也可以编辑短信101加姓名加电话加地址发送至18201847188，即可完成订购。先头眼睛，一个人有一个人的习惯，我的习惯是这样的啊，先画眼睛，这和它呼应，就往这边画了。这个嘴稍微短一点，为什么？它有点发正，那是很侧的。怎么给它接一下，再给它调整调整。
侧面露出一点它的翅膀。这是飞羽，一会儿再拿颜色来进行补充。好，我们要染颜色了，先检查一下是不是干透了。干透了，可以了啊。用一支毛笔先调一点淡淡的赭石，千万不要太浓烈了啊，淡淡的。我们把他这个身上的这些地方啊，墨全给它染一下，这些空白，这些啊，这儿三级飞羽这儿稍微留一点啊，这儿飞羽上这都给它染上。墨不到的地方都拿颜色来进行补充。胸部这儿也拿这个颜色染一染。这刚才呀，空了很多，这个飞白读一读。染颜色不能着急，不能一下就是颜色特厚，太厚了不行，把这个墨就给盖住了。这个地方还可以稍微再补充补充啊。从画法上来说，如果说是先拿淡赭石把这儿画一画，打个底儿也是可以的。现在呢，我是后补充，后补充呢在里面也是可以啊。好，我现在先调草绿，调得比较润，在它没有干的时候先把这儿打个底儿。在刚才画赭石的部分，我都拿草绿照染了一下。实际上我们现在画这个啊，是一种集色的一种方式，也就是说好几种颜色堆积在一起，一遍一遍的来。我又加了点水，把这个眼睛里面画上比较清润的淡绿色，然后再弄点赭石把这个眼圈润一下。这胸脯啊，这有点这个朱标，再来点朱砂，从这儿啊往后去。到后头逐渐逐渐就该浅了。下面的一道工序是这样的啊，我调这个朱标色，换了个小笔，挺硬的小笔，然后尖上再弄点曙红，画嘴，这个嘴啊是红颜色的，很漂亮啊。开始这个笔尖儿先染这个前头这个嘴的尖儿，笔根儿往后去啊，笔根儿是浅的，这样染啊。我再加一点胭脂，让它和嘴的颜色不一样。它的脚也是红的。它这个翠鸟啊，身上的颜色很漂亮，它除了这个绿以外，它还有这个翠蓝这个颜色。那我们在画的时候呢，您的颜色里面有
二清，我们还可以再补充一点，像这个古蓝这个颜色。头顶上颜色这个蓝是比较清楚的，就这么横着的啊，它点点加了点水，在刚才这个草绿这个位置上啊又加了一遍。所以您看啊，就这块地方啊，开始有墨，又有赭石，又有草绿，最后还有这个青颜色，这是在纸上调色啊。单纯的绿也不好看，把这个耳语啊等等这些部分都给它染上啊，最后再用点特别浓的这个三青或者是二青，再把衬湿的时候背部再点一点。它这背部这个点啊不要太清楚，像这个太清楚了啊，怎么办？稍微的给它拿手指头给它动一动就可以了。现在呢就是侧面的翅膀，这个刚才咱们没有弄，先染草绿，再来青色，太鲜了啊，太鲜了，别鲜啊。下面呢我再带着同学啊临摹一幅作品啊，这幅作品呢是柳花何雨更霏霏。我们脑子里头先有一个大致的一个印象啊，这一群鸟从右上往左下这么飞过来啊，上面的多下面的少。我刚才用的那种办法呀颜色比较厚啊，画了好几遍啊，我现在再教大家一个简便的办法。我现在直接拿石青加了点花青，然后又配了点墨，咱们从躯干开始画起啊，一点三线，这三线什么意思啊？一个是躯干，就是背部到尾，另外两条是它的翅膀啊，这是一个啊，再高一点，这又是一个，然后啊我在这儿，这又是一个，现在三只了，再往这儿又是一只，现在是一共四只了。我在这儿来一个呼应的，啊，注意呢，就是它的方向和开合的角度要有变化。我现在调的是墨，近处的翅膀显得大长，这是透视啊，远处的要小，这是近处的啊，这是一个弧线，然后呢这又是一个弧线，远处的啊，一个弧线又一个弧线，这个翅膀是稍微翘一点，用浓墨画它的头啊，眼前眼后，注意这个嘴啊，这么点了以后接着走。好，我不再画那两条线了，都给它省了。耳语有这个呢，眼睛往上看，眼前眼后，耳语有啊，这儿点一下以后接着往下走，走到它的下面，然后头，
尽量减。眼睛，眼前眼后，耳语，口，行了。口缝，头顶，它上面不是花的吗？啊，耳语，比刚才教的那种方法呀，简练多了。但是一定要从刚才那种方法演变过来。头顶。给它接上啊，接上。先弄淡赭石，我先把这个喉语啊，把这儿画一画。画完了以后，我再调深一点的色儿。朱砂接过去，从这儿开始就接，后面浅，这是从这儿就接，后面浅，这个画浅了没关系，我们再补稍微深一点。这儿有一点就行，哎，这儿露出来了。调朱标、朱砂，尖上来一点曙红。刚才那嘴啊画了一条线，我现在拿颜色给它补上，所以我这一条线足够了。补的时候还是考虑着上片嘴比较厚，下片嘴稍微薄一点。嘴尖上要厚一点啊。好，曙红，胭脂，稍微加一点胭脂。这个呢往后去，这个呢也可以往后，这个在这儿，那个背部的颜色调淡一点的，这儿啊，这一条线，这一条线应该拿这个蓝补上。下面呢就是我们吹一吹，等干了以后呢，我再稍微的。